清晰，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提醒您关注本期看点。优质偶像张艺兴携全新个人专辑空降天天向上，说是好像在机场，哎，其实是这样，有时间睡觉，只是睡不着而已。应该不要举累吗？叫睡。昨天您知道编曲的时候啊，就有太多的鬼，对不对？啊，编曲的时候，你晚上睡不着觉，还有太多鬼。轨道，耍帅卖萌，样样精通。Baby, you got m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体检天团为偶像健康保驾护航，真棒，好棒好棒！不，你们一定要当着大家面说，我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病。真的要说吗？这是国内治愈界真正的大拿级的人物，我也不会说。他的肌肉非常发达，非常不错，非常很好，两边拿向前面。慢慢的去掐脖子。今晚我们跟张艺兴、马苏一起向顶级医疗大神学习三招两式，变成更好的自己。不开药不吃刀，啊不，不吃刀，不吃药不开刀啊！一招两式就见效，开门问诊。哎呀，作为一个行医多年的，积累了很多经验啊。接下来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看病，看看今天有些什么样的病人。
来吧，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啊！韩大夫，我有病。哪儿不舒服呀？我不开演唱会，我就不舒服呀。不说话了，不说话了，不开演唱会就不舒服吧？您算算啊，我算一算。哎，您蹭蹭，稍微等一下，这里有点痒。哎，摩挲一下啊，摩挲一下。11月19号北京，12月25号武汉，明年2月18号广州，然后是3月17号上海，你必开演唱会。您真是高明啊，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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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下一个。我也有病，汪大夫。汪大夫，不要讲话了。汪大夫，嗯，不要讲话了。怎么了？你是不是又开了一个潮牌店？啊，没错吧？再也没有办法减肥了，走吧。啊，汪大夫高明啊，汪大夫厉害，厉害，厉害，来吧，厉害，厉害，厉害，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汪大夫，啊，我，你什么？我，你怎么了？我，你是结巴了你？我要不说话。很简单 ，music。想什么东东，明天让我的心跳咚咚，心跳咚咚，每天疯疯癫癫，动力在我的血管里流动。平凡的人永远不会受到非议，啊，我追你不平凡，所以随意。为梦想愿意拼到底，困难你也随意。我为梦想努力，永远不会放弃。好，厉害厉害厉害，真棒！天哪，太好了！既然我一个人坐在这，又有桌子，又来了三个人。那不就打起来吧？好，来来来，来继续看病啊！继续看病，哎，大夫您接着来啊！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医生，我也大美女，哇！医生，汪大夫，这位姑娘，请坐，请坐，有何贵干呀？医生，我有病。哎呦喂，姑娘你怎么了？我心不舒服。心怎么了？心里空落落的。哎呦喂，心里空落落的，那必须有人给填进去。对啊，填个人呗。填俩也行。先填一个，然后你们俩一努力，第二个就又来了。哎，啊，医生，你就是神医。对，你喜欢什么样的？你想想看，喜欢什么样的？医生给你算算。就你这样也行。我这样的那还真是一次就填了俩。哎，对了，搞不好的话仨都来了。但是，嗯，我想要一个没填过的。没填过别人的。颜值比你好一点就行。那太容易了，我们这仨颜值都比……啊，那就多好点。哎，还好多点。对，我们仨加一块都不如那一个，对不对？对呀。不如你看看那边那个。哇。都有病。哎，那怎么样？天哪！请问，让这边待会儿来，你需要什么呀？我也觉得我有病。啊，你这不算有病，你跟他们比起来，你没有病。啊，他们病得最重。你需要什么呀？我需要音乐。我想把我的心声唱给他们听，可以吗？Oh yeah, I wanna say I love you, but I can't find the right time. Today you are so, you're so beautiful, baby.收看由叶子面膜为我们冠名播出的《甜甜相声》，欢迎李欣，欢迎马座。哎呀，你看看啊，这是我们录了8年多《天天向上》以来，怎么发现现场男观众最少的一期？哎呦，还不足，全场还不足5个男人，除了场工跟咱们4个。听说一博啊，哎，跟一星是。
朋友。哦，好朋友。你觉得一博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他是一个好人。哇，他是一个好人，哇，这评价很高哎。而且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哦，真的呀。然后他跳舞跳得很棒。没错。嗯，对。你觉得他的性格呢？他长得很帅。然后个头也比较高啊。就说个缺点，说个缺点啊。可以再就是可以多说一些话。多说些话。一星呢，10月份，发了首张个人专辑，专辑的名字叫做叫什么？蒙圈了，这个意思就是不知道，失去控制了啊！5万张实体专辑，1小时售罄。他们说不可以，不够，你再拿5万张现场就买了。对呀、啊。其实我有问题，因为这是我当制作人以后。我的目标说5万张就可以了，可以了啊，没有想多啊。在预售的专辑的情况下面，他们是预售了14万4千多张。哇，其实我带了一张，就是带了一张，哇，典藏版，但就是珍藏版，挤出来一张，这张是我非常努力做出来的专辑，真棒，我都是黑的，你看质感多好，磨砂的，哎。对，这个影子其实是我，这你的侧影，侧影，这个是、这个是地球，地球，地球，这个是曙光，就是我的开始。完了以后，张艺兴的这个眼睛是看着这个地球，表示张艺兴对不起。没事，你扣我没事啊。哎呀，那个随着年龄的增大，这可以变成夕阳，最美不过夕阳红。哎，对，就看着。这一张送给我们。哦，这个不是送给您的。我看，哎。搞半天还不是送给我们的，不录了。对不起哥，是这样的，对，这是我拿到的第一张专辑。非卖品。你自己拿到的第一张，对，那很有纪念意义，第一版。所以你今天带过来就是让我们看一下，对，一下，带给大家欣赏一下。对，要我知道您爱收藏，这是一个以后就是古董，特别值钱的一个文物啊。好吧，反正是赶快去摸一下吧。哎，来，生孩子，生孩子，行，哎，生完就生双胞胎，沾沾喜气啊，沾沾喜气。这个特别的好，我觉得真的大家应该很好的支持我们这个长沙的骄傲。没错，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做制作人，非常非常用心。当然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张专辑都像这张专辑一样的用心，好，然后奉献给现场所有爱你的人，好不好？好。艺兴小的时候我们就从小看长大的，那你问他是不是嘛？是的，就上节目，十几年前就上我们的节目，十几年前啊，越做越开心那个时候，我们一直都叫艺兴，但是还有一个艺名叫做累，做一个优质偶像啊，确实很累啊。对，听说前段时间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吗？累，其实就是早知道不应该取这个啊。对，这确实是有，是不是？你应该不要取累嘛，叫睡。是，前段时间都忘了睡觉了。睡啊，上了热搜，说是好像在机场。哎，其实是这样，每个人嘛都有自己的不容易嘛。那倒是，对，那是啊。我觉得主要是个名字，小心没取好，这是肯定的。对，但是呢，累。他如果是一个长寿了，对。你为了这个新专辑，大概熬了多少个通宵？他不是说熬了多少通宵，因为他这个专辑并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有很多工作人员在一直在工作嘛。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他们都已经睡觉，但我睡不着。因为我是这个整个的操盘手，要担心的东西太多。我觉得呀，他们老张家的人啊，怎么呢？做事就是认真。哎呦，你看，哦，他姓大，哦，也姓张，哦，也姓张，张伟大，大张伟。我主要就是盯着盒饭质量好不好，剩下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做音乐的时候也会？也是整夜睡不着，对，半夜睡不着觉嘛，一个人把心情哼成歌嘛，对，到屋顶去，对，因为我自己去做声音的时候挂一个 plugin， 因为有很多很多 plugin， 你有很多很多软件，你不知道挂哪个软件是最好的。比方说我在用 MySafe 做声音的时候，那可能它的 cutoff 什么全部都要调。可是你用 MySafe 的时候，你有低切 EQ 不就全齐了吗？这样等于所有的音色都变特别好了。马上从天天向上变成了一堂做音乐的音乐。像你白天要忙工作，晚上要写歌，对，睡觉，真没时间睡觉了。有时间睡觉，只是睡不着而已。你就闭着眼睛睡不着，你脑子对转的全都是那些东西。尤其您知道编曲的时候啊，就有太多的鬼，对不对？因为每一轨，你晚上睡不着觉，还有太多鬼，轨道，鬼都到了呀。音轨是吧？音轨数特别多，一首歌最起码100多轨，然后总要去想好多。也不一定，现在的其实很多歌它的轨道已经比以前削弱很多了。只要每一轨，它每一
鬼的音、啊、音是最最他们又聊专业的话，坚持的。哎，前两天把它变成 group 就行了，哎、对吧？对、哎，有的时候呀、啊，要看手气，手气是吧？要看你中没有中鸟。哎，坐在东西南北有没有讲究呢？啊，你要是说哎，算了，大家聊一块好不好？聊一块，聊一块，聊一块啊！艺兴他是一个非常全能的、非常努力的这么一个孩子，嗯、没错，能唱能跳能创作，特别较真他们都说你曾经就是绑着沙袋练习。啊对对，练轻功的吧，这不是？哇塞，你就想回来快一点是吧？我要飞禅松。我也是，通过自己以前看那种电影嘛，什么有少林寺那些练武术的人，哎，都是绑沙袋的，都是绑沙袋，绑沙袋。但我跳舞的时候那个力气他老出不来嘛，我就很烦啊。嗯，你知道吧？就是跳舞，你这也你也知道了。又要聊专业跳舞的事了，专业又来了。就是哎，请问，哎，你们跳舞的时候，你们跳舞的时候有多少鬼啊？有多少鬼啊？没有鬼。跳舞的时候没有，跳舞的时候不分鬼。跳舞是不分鬼，是分鬼的啊。你会不会用沙袋？我倒不会，就只不过就是重复不是练习。我们一博用沙袋都绑手上玩游戏用的，一摁那屏幕就碎，一摁屏幕就碎。大招了是吧？手指上全是个沙袋，哇！大家都很担心你泰国打拼会伤到自己。为了打消粉丝们的顾虑啊，我们接下来要。一心跟一博来一段让你特别安心的舞蹈啊，用舞蹈来表现我没事儿，我很好。来 ，music。其实有一首歌其实可以证明我很好，哪首歌？那就刚刚开始放的那首歌，真的很不错。最开始放的那个。我能不能再跳一次啊？没跳好。这个舞我觉得就是那种闹觉的时候跳特别合适，我还要再睡一会儿。对对对。有这样的情绪啊！最后一次，来给张艺兴再闹个叫。现在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呆萌小绵羊，你是怎么就有一个小绵羊？我要说一下，因为首先我自己属羊的，所以就有了这个羊的称号。但是呆萌小绵羊的原因，它是一个相对论。哎呦，因为你说到相对论了，因为在极限挑跟我一起去参加比赛玩游戏环节的人是比我大了20岁的哥哥们。如果大家有看《极限挑战》的话，所有90后在里面表现，大家都可以看的，就是他们都太狡诈了，真的。不是，他们是比较厉害，比较厉害。要下次韩哥有时间也可以去玩一次。我去了以后，他们就呆萌了。一心是我们湖南长沙人啊，三观特别的正，是吧？我们现在请三观特别正、非常耿直的一心，耿直 boy， 给我们解释一下长沙话。我来正宗的发音，米老米老弟，米老弟，我们长沙是米老弟，米老弟，哇，真的叫得像绵羊哎！你要把情绪放在里面，米老弟，这个好难懂哦，感觉是有一些萎靡不振的感觉，累蔫了都，累拉了胯了啊！对了，第二句，延误老曾。延误老曾，延误老曾，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延误到6点钟，有一点鬼灵精怪的那种感觉。有多少鬼？刚刚我想了一下，如果加上声音一起合在一起，确实是有。但如果又来了，你得 double 它。对，如果没有，如果只是 M 二的话，就只有对啊十几鬼或者十。我上一把牌，上一把怎么样？Thank you.
都说你的表情就能够治愈不开心嘛。嗯，你如果自己，你如果自己遇到一些，心理上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开心起来？照镜子看自己嘛。你要是心里郁闷的话，照镜子属于雪上加霜。你用什么方法？啊，脱脑袋是什么东西啊？啊，抠脑袋，脱脑袋是什么东西？因为在写歌的时候，我一写不出来的时候，容易抠脑袋。心情不好的时候，抠脑袋。所有的工作人员坐在这儿，搓完以后舒服了。对，其实我就在这里说实话哈，就老实说，其实就是打游戏。在这个打游戏这个过程中呢，我也希望每一个就是现在在看这个天天上的观众朋友们的，就小朋友们，一定要就是。劳逸结合，就不要打太多游戏。王一博啊，你碰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也打游戏啊，打游戏，游戏对、啊、你们俩都认识，谁叫游戏啊？你大概打多久一次？电视机前有很多小朋友啊。对，最多一次说。往少了说，往少了说，刚才二十，刚才15分钟，五分钟，对。哎呦喂，五分钟开机，开机开了5分钟，然后关进入关机啊，打开游戏退出，看看多少名次。陈峰碰到心里面不开心的事的时候，他就会去吃，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也看到了疗效。是、啊、是、啊、是、啊。我身边有人不开心，让他们看《天天向上》。看《天天向上》哎、啊、哎，因为就更不开心了嘛。物极必反嘛。你有什么方式，身边的朋友不开心，推荐他们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哎，听歌，听歌是个好方法。哦、对，那就听我的歌呗。啊，是个好方法。Baby 不想让你走、oh, no, 所以我流眼泪喘息不停吹胸口、oh, no, 因为我心痛这一天没我不叫所以不想离开请你握住我的听完了以后跟他们讲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会不会有人觉得听你的歌听起来都有点小小的伤感伤感伤心情歌都是那天我在跟编曲老师在聊歌曲的时候他看我所有的轨道嘛他说所有的轨音轨啊你聊吧聊吧哎好嘞所以老师说很奇怪的是你一首开心的歌都没有、啊、我就说我有 Watch You Need 啊因为 Watch You Need 也是很开心的一首歌啊他说、啊、那只是他的 Rhythm 这是他的 Loops 让整个变得很快 对对对那个感觉对除了这个以外他说其实没有说很什么歌让你觉得让我觉得非常的欢快想跟你一起哇不是现在所有歌都可以前边在主歌的时候是慢的你到副歌 build up 哒哒哒哒起来了 put your hands up 棒棒就起来了不都是那样的现在国外但是他这个已经在国外流行了一段时间要拿出来到我们给观众的时候、哎啊、可能还需要进行一种新的这个构造几个人几个人也可以说就是好的东西我们学过来王一博回去了如果你未来的女朋友不开心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歌去治愈她现在因为我们场上没有女生嘛就马漂亮如果说啊这漂亮的女生心情不好你要跟她唱首什么样的歌让她心情好起来哎用吧有没有可能有钢琴啊钢琴哇现场我身上你看这个可以保护我对我想问一下我喜欢的女孩会她想要什么我想要你压着不知好该向你靠近 Baby you got m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留着你的眼在唇边的瞬间留下我眼睛你在向我点头我在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 Oh baby baby You're my little lady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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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got me waiting Oh baby baby baby
哎，真的是才子啊，什么乐器都会。待会儿没准就会下一个就是二胡，一个二。漂亮漂亮，你觉得就是如果说你哪天心情不好，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钢琴弹给你听。喜欢呀。你说喜欢的时候怎么嗓子喜欢呀？喜欢都说不出话了，关键是喜欢也没有用，你看对手太多了。马苏啊，这个漂亮跟这个艺兴都是演艺圈非常非常出名的勤奋型的选手，没错，一个叫做拼命三娘，哎呦，一个叫做拼命小绵羊。你看张艺兴忙到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或者是都忘了睡觉。其实一直也特别关注艺兴，我老想说，就是你真的要睡觉。你已经在机场晕倒两次了，不要再晕倒了。哎呀，那怎么会晕倒呢？可能我自己有时候觉得这有什么的，我坐完飞机以后我可以还是可以做活动啊之类的，可能就直接就坐完飞机就直接做活动，直完坐完飞机就直接做活动，不停歇，要强，特别要强，觉得自己都能胜任。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也就说自己可能还这样的话有点太没必要，太透支了，是不是？对，岁月会告诉你不能这么做的。我都觉得我特别惭愧，我都没有晕倒过。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们不努力就要死在沙滩上了吗？苏姐是那个这怎么说呀、啊？谦虚，人家也特别的忙。对，一年拍多少戏？最多的时候一年七部电视剧、影视剧，没有是八部。八部《天龙八部》哦、哇，《天龙八部》天龙怎么拍下来的？这八部是八部同时播了。我有一部戏就是去大概演20天吧，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睡着了。然后导演就试图过来叫我，然后我也是睁开眼睛看了导演一下，我就过去了。后来导演就是让我睡觉的戏，那个剧组睡了20天。没有没有没有，就导演让我睡了一场戏，把我叫醒接着演的。哦，就是好像剧组里面还受伤。苏，你是怎么？我是拍一部电视剧叫做《我的功夫女友》的时候掉威亚，他们威亚放早了，我就从上面直接飞下来了，结果脚就威亚放早了，威亚老师下班了是吧？到点了，然后直接走了，哎，该吃饭了，一身你就掉下去了，对，我就下去了，然后呢，脚就骨裂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助理，什么都没有，是一个司机师傅把我背到医院去，然后医生说建议我打石膏，但当时我虽然年龄小，我还挺聪明的，我想这要打了石膏，穿不上鞋，人剧组不就把我换了吗？对啊，拍不了戏。我当时就没有打，我就带了一个就像我们那护膝一样的那种，就是有点弹力的，就把脚固定住了，然后我就一直就是坐着演，要么站起来的时候，正好呢我演功夫女友啊，就是也有受伤的戏，我就演瘸子。后来经历了一段时间就好了。现在这条假肢看起来跟电视剧真的一样。马苏最近有两部电影作品要上，一个是28岁未成年，还有一个摆渡人。摆渡人，摆渡人现在火得一塌糊涂啊！哎，为什么这么拼？你们俩说说。我觉得首先是热爱这个职业。对。然后希望自己不要落后。我就可能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想法，就是比较要强，喜欢这个职业，当然有更多的像那刚刚姐姐说的那个要强，就是说别人越说你做不了的事情你就越想做。嗯，何必呢？有句话说得好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大张伟，你其实也挺好强的，今天录完节目之后马上就要飞回北京，对，然后睡觉，后天大后天又有活动，然后又飞回长沙继续录节目。你这么好强干嘛呢？对呀，我是为了大家啊，为了大家不是因为大家电视上看不见我着急，这薅自个儿头发说大张伟还不出来急死我了，然后就是那种我为了大家生活的更好一些，我就要多拼命一些。好嘞，是这样。王一博啊，一博也挺努力的，一博特别的努力，是是是，这也是录完节目就回北京也要拍戏，对，跟乔恩啊，跟那个佟大为啊，那戏也要在我们台里。是因为他心里总是想最后一搏吗？对，我一搏单车变摩托。哎，你们那个叫什么东西？让我们残障人知道。马漂亮，我们就习惯叫他马漂亮。马漂亮，哎，你觉得女孩子要活得漂亮，要拥有什么？我的想法啊，什么有什么有对对对，其实有爱心呀，对不对？女孩如果想活得漂亮的话，应该有一个好的男孩疼她，像汪涵哥一样好的老公疼她。哎，除了有男人疼之外，还是自己，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重。马漂亮是为了自己的漂亮从来不含糊呀。你是怎么要求自己的？
首先我要做到心里美，我要乐观。相由心生。对，所以你看我会自己没事不开心笑笑，没事用一种特别简单的方法。还有一点，如果真的能遇到一个像一星这样的男朋友，我想我会更漂亮。所以像一星、像马苏这样拿生命在拼命工作、努力生活的人，其实像年轻的朋友，因为80后、90后嘛，其实都很容易忽视自己的健康。没错。我问一个问题啊，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我应该是在上个月就还做过体检。好，一星，你最近的一次体检，你别告诉我你是在三医院屈伸的那一次检查了这么全身体检？全身？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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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这种中年人，人到中年40好几了，一天检一次，每天都在体检。我这是住在 ICU 病房啊，这是。一天检一次。那多久检一次？差不多一年两次。半年一次，上半年一次，应该是这样啊。下半年一次，哎，其实我们为了让拼命的他们啊更好的工作，我们今天啊特别有心的，请到了高精尖的医疗团队，来为你们保驾护航。我们马上有请来自湘雅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体检天团。大学湘雅三医院健康管理科，我是心血管内科博士，从事健康管理10余年，健康先军，服务大哥。大家好，我是杨赛琪，是一名女外科医生，大家可以叫我小杨医生，在这里祝愿大家把健康留住，让美丽继续，谢谢各位。大家好，我是刘雪莲，是一名健康管家，也是国家的2级的健康管理师和营养师，关注健康从你我做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赵黎明，在硕博期间我有心理学、中医学双重求学经历，愿大家都能拥有身心健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曾月，曾国藩的曾，越来越健康的月，我现为国家2级健康管理师及营养师，温馨的提示大家，每年坚持一次体检，幸福快乐将伴随一生，谢谢。湘雅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是中南地区排名第一的健康管理机构，是每年体检的人数非常非常多，大概有多少啊？我们去年的数字是15万人次。你看去年就15万了，今年肯定要比去年要多。对啊，同时我们湖南广电中心的体检的指定单位，我们问一下曹博士，就是媒体从业人员容易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容易在这里我们方便透露吗？就是方便透露这个芒果台的媒体人员的整体的一个身体的情况。方便方便，你把那材料寄给其他几个台都行。通过多年的这个体检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那在这一块的话，您预测一下我们还能火多少年？排在前三位的，第一位就是体重的问题，超重肥胖，40%以上的人是体重超标的。湖南卫视的女导演40%都是胖子，超标，包括她啊，主持人也是。第二位就是血脂的异常，血脂高，血脂高也是有40%，另外还有30%的人通过这个 B 超可以显示他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像马苏和一星这样80后、90后的年轻人身上最容易出现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太发狠的了，太发狠的该干嘛子下播了。首先其实对于80、90后的这个青年人来说，首要的关注的就是亚健康的一个问题。亚健康到底是什么？老说从来不明白什么叫亚健康。亚健康其实是去做体检可能查不出明确的一些疾病，但是你可能平常就是觉得不明原因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疲劳，或者是觉得睡不够，然后可能觉得脖子啊这也不舒服，哪儿都不舒服，然后对肚子哪也不舒服，但是就是查不出具体的一些原因。但是体检里面呢，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指标的一些小小的异常我们叫这种亚健康状况。我觉得我现在记忆力不是特别好。就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参加那个飞天奖的一个晚会，因为那么大的晚会，对我还有幸，因为我还拿了个飞天奖。是是是。我当时一人要说一句朗诵的诗歌，然后我珍惜什么，我珍惜什么，到我这儿，我珍惜。
我真心，我真心什么来着？我真的就忘了，脑子一片空白。我当时是觉得自己特别惭愧。那个地缝儿钻进去就好了。记忆力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或者是你不注意自己的健康，就会有问题。我们接下来请曹博士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团队当中的小伙伴。站在我边上的这一位美女啊，人如其名，雪莲。确实像雪莲花一样的漂亮啊，保养得好。平常就是工作都是做些什么呢？因为我是专门负责健康管理这一块的，所以包括这个减前、减中、减后的话，可能都会又给予一些。你还负责减前？减前在减？哇，有这么好的事？这个科室可以啊，他负责减钱的。体检以前，体检以前。哦，体检以前，我以为来了一个体检的，你跟在他后面，我负责减钱的。是我们科的一个资深美女，她在我们科的主要的工作啊是气象预报员。气象，别人来体检，喂，你来体检是吧？今天下雨，今天我们院里飞楼雨啊。对，这气象预报员是什么情况？我就是健康的气象预报员，怎么说呢？就是受检者做了体检以后，结果出来的第一时间，我会呀、把他的体检结果分成红、橙、黄、蓝。四种等级，那些体检的人最怕就是接到他的电话，然后再刚体检完，噔，电话一响，曾月来电话了，接还是不接？而且还听他的口气，喂，小张，哎，这样没什么事，心情愉悦，你是红的，喂，哎呀，小张啊，哎呀，一下那个心不是那样，勒到嗓子眼了。小张啊，我今天嗓子有点咳嗽，就因为这事而已。对。接下来小杨，他是我们中间最年轻的小可爱。他其实专业呢是乳腺外科，虽然现在他的双手不再摸手术刀了，但是他在我们中心的话，他的手指是很值钱的，一指值千金。金手指。金手指。哎呀。我是女外科医生，主要是检查像浅表淋巴结的触诊、甲状腺的触诊，对于女受检者还有一个乳房的一个触诊，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个直肠肛门指检。我们湖南广电女同事到他们三医院去体检的时候，往往都会绕过杨大夫那个科室啊，直接把那一个划掉、撕掉，丢到垃圾桶里面啊。杨大夫也是这样的，站在门口，来呀。其实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的话，我们体检中心在这一方面还是特别注意，这个女外科是由女医生来做检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在每一个受检者进去做体检的时候，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帘子，给他一个自己的私密空间，给他做检查。但是帘子后面站了一排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对，是我觉得你是为了身体，对，是吧？忍一时之痛，免万世之忧，是吧？好，谢谢赵医生。你好。赵医生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心理辅导。睡不着算不算是心理有问题？首先要找到失眠睡不着觉的原因，可能来自于躯体。我前一段时间痛风啊，痛到也睡不着，那就是躯体。躯体是吧？躯体，但是情绪的问题。对，还有一方面就是心理焦虑，可能焦虑，我好害怕睡不着觉，我明天的任务还没完成怎么办？越紧张越焦虑越睡不着觉，越想睡着越睡不着。今天我们这个体检天团啊，不单是跟我们好好的聊天，还带了一些奇妙的健康仪器，要给现场的各位进行一场有意思的体检。平衡仪，测量身体的平衡和协调能力。平衡训练是康复方法之一，以恢复或改善身体平衡能力为目的的身体功能训练。谁在上面坚持的时间越长，谁的寿命就越长，有这个可能。这个怎么弄？这个直接上吗？哎，对，没有危险啊。这一刻更清晰，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提醒您关注，稍后看点。哇，好棒，真棒，好棒，好棒！不，你们一定要当着大家面说，我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病。真的要说吗？燃烧希望。人一心，我们一定会成功。一年级毕业季，青春够胆。星期六晚，一年级，热血青春，利剑出鞘。现在继续。
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还带了一些奇妙的健康仪器，哎，要给现场的各位进行一场有意思的体检。体检。平衡仪，测量身体的平衡和协调能力。平衡训练是康复方法之一，以恢复或改善身体平衡能力为目的的身体功能训练。谁在上面坚持的时间越长，谁的寿命就越长，有这个可能。这个怎么弄、啊？这个直接上吗？哎，这没有危险吧？可以的，没有没有，扶着就好。哎，啊，这个在向上面时间越长，就可以活得很长吗？对呀、啊。你准备接下来的节目都站在上面，对不对？因为你只要在这站一辈子，就是活一辈子嘛，就是这个意思啊。哎，这个是怎么测试呢？怎么玩耍呀？平衡仪的话呢，它主要是测试身体的一个平衡及协调能力，分为三级。一级的话就是可以像它这样的平衡的站立第二级的话就是可以平衡的下蹲。平下蹲啊，平蹲。哇，好棒，真棒，好棒，好棒。好，第三级呢？然后第三级的话就是可以单腿的站立。单腿，单腿站立，这个只要能办到了，就能活两千年，能。两千，当心点啊，当心点啊！注意小心。哇塞，单腿站立，单腿站立，他已经算可以的了，对，因为两级就可以活多久？平衡能力的话，他是可以通过锻炼不断可以加强的。他问你能够活多久，你给他一个让他激动的数字。其实，你的身材这么棒，平时肯定是坚持了锻炼的。不断的加强锻炼的话，他的平衡能力和各方面的肌肉关节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你是不是想买一个回去做玩具玩的？挺好玩的是吧？转转，大概可以，特别棒，塑臀鞋。要不要试一下？120没什么问题吧？还真的有人会站上去就摔下来吗？我呀，就我站不了，身体我害怕。这个应该平衡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怕的东西。离他远一点，别砸到我们。哦，对对对，他是堵墙啊，倒下来。解封，解封，第一集总得有人扶着，没事。松手，松手。哇塞，老公动的问题是。不是，这要坚持多长时间呀？就是说，他会一直动吗？有一个技巧啊，你如果在前面选择一个参照物的话，你的平衡会稳定一点。蹲下来，杰峰，像一星一样，像一星一样。找参照物，参照物，参照物。行，可以。他平常这个姿势对做的比较久，因为家里本身没有马桶，都是蹲坑啊，是这个比较方便。好，站起来，单腿，单腿，单腿。哎呦呦呦呦！你看看，一定可以。你看看，哎呦，一博，一博最厉害了。一博蹲，一博蹲，一博蹲完，蹲完，大腿蹲，哎呦呦呦！一博蹲都蹲不下来呀！你们看我刚蹲的多稳！啊，蹲蹲，哎，可以，没问题。他平时应该是这个姿势啊。单腿，单腿。哎呦，哎呦呦呦！白鹤亮翅是吧？不错，不错，不错，我可以啊，加油！哎呦呦！哇！好，可以下来。苏，嗯，苏福好。哟、哇，太稳了，好稳啊！我真吸，多牛逼！还是挺稳的。起起，好，现在就是看你的单脚，放松，单脚小心一点。小。哇！哦。韩哥，你不上？我应该不是。韩哥，韩哥，哎呦哎呦，晃得厉害。韩哥先稳住了啊，先稳住了，哎，不倒翁似的啊。蹲蹲，哎，摸前面，摸前面，哎。韩哥，你这有点高啊。我不敢。大热上，来一个，来一个，试一下。都能站下，站都能站上，站不就站都站不了，立马就觉得立马死了，等会儿。哎，你可以。站都能站上。都能站上，等会儿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让你说，让你说。因为刚才是一种幽默，因为下边才是一个真正的真正的。是一种幽默。真正的功能，来啊！我蹲一个，我看你们家是什么坑。大张伟属于平衡力真的不好的。
你看，哎呀，圆圆，你下来得了，你别幽默了，你给我下来，你下来。六人平衡能力总结 ，Number One， 张艺兴马苏 ；Number Two， 前锋韩哥。大老师勉强给你一个安慰奖吧。这个结果就一目了然了。哇塞，不要说了，对不对？免得曾老师为难。哎，谁活得长，谁活得短？哎，大家一目了然。哎，多看我几眼吧，多看我几眼吧，谢谢各位啊。看我。接下来，来一个更加厉害的，湖南省大概也就两台。全国也不多见，这个叫做鹰眼，高科技全面身体检查仪器，5分钟同步检测几百项身体健康指标，发现身体潜在的问题。参与测试者马苏，我的压力很大呀，我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病吧？天哪，这还要打针吗？难道不用打针？不用打针，来。把身上的金属取下来，需要有6个电极，待会有电流上来的时候不要怕。真的吗？你就20000多伏啊，一会儿就晕了啊，不，一会儿就好了。这是老虎凳吗？苏叔有点紧张了吧？我们人体能承受这个电流比较低。这是检查那个什么心率就贴这个吗？哎，这都感觉在电影里看的那种哈，高科技那种。天哪，我真的不会像。你现在跟个蛐蛐似的，特别棒。我真的有电。有电吧？脚麻了吧？头麻。要检测5分钟，检测期间闭着眼就可以。闭着眼，你闭着眼睛，因为有很多东西你看见了以后会害怕的。一台机器这么检查5分钟，每天它能够工作多长时间呢？我们这个检测的一天可能有10人以下。那这个全面检测出来会有哪些项目让自己知道？几百项，据说还能查出来预知的病，是吧？就是你将来得哪种病的几率比较大，所以你就会非常非常注意。同时，你现在如果那一个脏器哪不舒服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它就会有非常明确的显示。我想问一下，这个它准吗？不准，我们在这儿闹着玩呢。首先他不是算命的，你明白吗？他是体检，他就是能告诉你。你是不是想算一下，你这张军医集可以卖多少张啊？这个。可以了是吧？好。苏，你是第一次使这个啊？我，哎，这个啊，那么紧啊？哇，你这把这俩揪下来，这还挺疼啊。是有那种电流的感觉吗？是有，就是头上会有一点点。但是刚才你不让你动的这个期间有什么感觉吗？就是心里有点紧张。当然有，马上要出结果了。对，这里提示您有几个问题哈，比较轻的问题。看懂吗？在哪里？不是已经看出来了。方便这么多的男士围观吗？对，有女孩的病，我看这干嘛？你们一定要当着大家面说，我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病。你说，我们不听，我们不听，我们听。我觉得我的病应该都是大家都会有的病。哎，老师这么着，他既然敢这样，你就玩命说，好不好？骨头痛、关节痛这种舞蹈经历啊。他是一说就痛。您平时有这种骨骼痛啊、关节痛？有，我就是因为以前学舞蹈，对，腰肌劳损，然后颈椎，颈椎经常会疼。又有人有反应了。不是，你这边说什么？他那边有什么病？你说一妇科的，看他们有没有？来，说一个，来。有的时候肚子疼。有几天啊？那你觉得有没有就是现在有一些乏力啊？或者是怕冷啊？好准哦！刚刚他竟然在那里拿那个灯泡来取暖，他觉得好冷。刚才我们到旁边休息的时候，我说太冷了，冻死我了。这么热，你对呀？我天哪，太准了！我还有什么病吗，医生？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有情绪方面的一些抑郁的倾向，抑郁状态的一个倾向。啊！以后我妈要是再跟我说什么姥姥的问题，我就说妈，你别找我，我抑郁了，你们都别找我啊！焦虑情绪。可能很多人都存在，就像感冒一样，也不要是太在意。我有没有机会能查一下？因为我特别怕我有甲亢，最近我老瘦。来，能吗？真的行吗？来，真的、啊。但是你要脱鞋是吧？等，没事，我是草莓味的脚。这孩子特别爱惜自己的身体啊，这也是对自己家人负责，对家人啊，对经纪人啊。好，你先聊你们的。
你看他整个人，看见没有？就扫来扫去。对，内脏啊什么的。他是怎么扫的呢？电流通过他有电阻，各种情况不一样的话，他电阻就不一样。电阻不一样，他的快慢和显现的颜色就不一样。嗯，对。汪涵哥就博学。无言不留等啊！大张伟不说话还真不习惯。睡着了吗？睡着了吗？它其实是一个很微量的一个直流电，是利用的一个生物的一个电反馈，通过屏幕的一个直观显示呢，等一会儿赵医生会给张大大啊解释他的身体。啊，张大大啊，张大大，火一说张大大，他都变了的，色儿都变了，色儿都变了，变紫了，紫色预警，大大张，大大张，大张伟还特别认真，你看一下，真的。大张伟已经有两分钟没说话了，奇迹啊！这是，哎呦，五分钟让大张伟不说话，这不让他死吗？这是，哎呦，大张伟不说话，哎呦，五分钟让大张伟不说话，也跟拍卖的似的，二十，我们更高的，更高的三十，好不好？我还要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这算一个再就业的机会吗？就能活两千年，能活两千年，能活两千年，难。天空飘来五个字啊，一会儿就完事儿。这还是 SCP 的系统，更新一下吧，应该更新了，更新了。我不说，不说吧。哎，好嘞，哦，回来了。这个黄的是不太好的是吗？这说明他刚才比较紧张，情绪的波动比较大。如果是身体有问题的，会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柱子。从呈现的画面来说，整体的其实身体的情况还不错的，就四个柱子。没有甲亢吗？没有，还有个小肠吸收不良的可能。就是说我最近有点那个吃多了也没有发胖的原因是小肠吸收不够是吗？还有什么玲玲？这里还提示了一个应激，就是心理情绪。你是现在压力比较大吗？我打生下来那天就大呀。你看说话都这样了，每天都大呀。你们胃肠道的反应可能也是与情绪导致的。就是我一焦虑，我的小肠也急，是不是？哦，反正总安心一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哎呀，刚才您是我张大的是吧？哎呀，太不容易了啊！谢谢您。健康体检是为健康保驾护航的重要手段。根据体检结果调整不良生活习惯或针对性治疗，体检频次建议一年一次或一年两次，检查前请不要喝水、进食和熬夜哟。体检其实也不会很痛苦啊，非常有用，也可以很有趣。检查完就该轮到治疗了，哎，要给大家治一治。哎呦，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真正的治愈系的大拿上场，有请。真正的大拿级的人物，哎，谢教授呢是咱们湘雅医院的皮肤科的名医。我们首先跟谢教授聊聊皮肤的问题。好的，女生是特别在乎皮肤的。是，谢老师呢可以从这个皮肤解读出你的喜怒哀乐。皮肤是人健康里面镜子，这个镜子会说话。从这个镜子来看你的皮肤状况和你的这个心理状况。是，谢教授，你看一下我们几个人，你觉得我们几个人哪一个心情最好？看头发行吗？你来看，你来看这位。哎呦，我看你这位。你是主持人，但是你有点紧张。啊，对，我紧张。对对对，但你的皮肤很好。紧张也可以看出来啊，他的皮在颤抖，是不是？谢老师，您看看这一位。我们看看这一位。这位，你看看。老师好。我可以近一点看一看。捏人那儿。我也知道看，我也看谢老师的一点了。你说谢老师怎么？谢老师有点紧张。因为手在抖。谢老师皮肤在抖，对不对？谢老师的皮肤在颤抖。不是，谢老师手有点抖，好冷。对你这个皮肤肤色很好，挺油的。化了妆了呀，有点小，化妆化的很多，有点小粉刺。他能够透过你的粉底看到你的皮肤。哎，谢老师，你还没说我呢，没说我，你别说了吧。嗯，你看谢老师冲着你就来了，对不起，老师，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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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的皮肤，你看看，哎，好像晒太阳晒得多了一点。晒太阳哇，长沙这几天没太阳。不过整体来讲，我们看你们几位的这个都不错，皮肤整体来讲都不错。
到底什么样的皮肤才算是健康？嗯，是个 S 的描述。四个 S。四个 S。第二个是 skin smooth, shine and sexy,、哎、就是皮肤 sexy, shining, 皮肤光滑的 skin 和 smooth, 色泽均匀的、发亮的、有弹性的，就是四个 S。比我英文还好。我们对皮肤有种误区，哎呦。白就是好皮肤，其实错。嗯，无论是白也好，黄也好，只要是光滑的、发亮的皮肤，就是 sex 皮肤。哎，我有一个习惯，什么？一年四季，嗯，永远是用冷水洗脸。哎呦，不是很好吗？这也是个误区啊！我们洗脸的目的是什么、啊？洗脸的目的就是把皮肤表面的污垢把它洗掉，洗的应该是高于我们的体温。大概40度左右，温度高了，把油脂去的太多了，皮肤容易造成干燥、温度太低了，不仅不能洗掉油脂，而且造成血管的收缩。好，我还有一个绝招，叫做神仙手不离面。我特别喜欢把面条糊脸上搓热，然后搓脸。哎呦，敷脸啊，这是正确的吗？可以搓，可以搓，可以搓，就看手当时干不干净是不是？人体的皮肤表面。至少几十种或者上百种细菌，但是它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不治病的，所以说你们我们也是不会治病的，我们不会，我们也不会治，放心，不会治病。哇，老师真的是，哇塞，哎、互相撩啊！哎，再传过来。我还有一个习惯，就不管化什么妆啊，哎，回家肥皂。拿肥皂，我只用肥皂。那你不要先卸妆再用肥皂吗？就用肥皂，直接肥皂卸。肥皂，家里没肥皂，找洗衣粉。啊、没有洗衣粉，洗洁精，家里的。洁精，这个不是洗脸。聊天，我这是洗厕所。对，那也不行，那也不行，还是要注意这个清洁，比如说食疗。哎，食疗应该可以。哎，吃什么对皮肤好？那吃大枣。比如说大枣。嗯，对。当归。花椒。花鸡。啊，花椒啊，不是那个花椒，不是花椒粒儿，那花椒是一种鱼肚啊，鱼鳔花椒。他们不是说吃什么猪蹄儿、芦荟，就是补充胶原蛋白。芦荟。那我讲这个问题啊，吃什么补什么，实际上不是很科学。皮肤的细胞的新陈代谢，它的原料营养什么？第一是水分。嗯，哎，皮肤一定是水，喝水进不去，进不去，注射来了。第二个就是皮肤的。血液循环，更革皮肤的营养，所以皮肤的这个水分和这个血液带的营养，就是皮肤的这个燃料，就好像汽车的汽油。胶原蛋白吃猪皮，胶原蛋白吃猪就拿出来。我们胶原蛋白是通过皮肤自己的细胞合成的，是靠自己合成，外面不进的。一心，你有没有什么有关保护皮肤的一些问题想问老师？我不涂东西，我脸我不涂东西。我也是。我也是，从不涂东西。我涂，对，代言了，代言了，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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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不错。哎，什么棒啊？涂什么？好危险啊！代言能不说吗？差一点代言就没有了。代言当然没错，一口冷气缩进去了。我记得艺兴小时候啊，那时候还有点那个婴儿肥啊。你后来是怎么就严格管理自己的身材啊？然后。皮肤啊什么的，皮肤不知道啊，皮肤用完了以后，身材主要是不去吃有咸味的东西，没有咸味，不吃盐。啊啊，对对，啊你不是这么说的，没完了，坚果其实那个坚果也不错啊。好了，不管了，就是说不吃盐，完了以后，吃牛肉，完了以后吃蔬菜，吃鸡蛋白，然后喝水，就这些。脱脂就是少盐，像他们女孩子呀，说要想保护这个皮肤，每天往脸上敷面膜，有用吗？其他的不一定有用，叶子肯定有用的。怎么来看待面膜的作用？面膜是有用的，但是正常皮肤不一天天用。我说那几天用一次面膜是最好的，两三天、三四天都可以。两三天啊，叔，你大概一天用几次？我两次，早一次晚一次，可以吗？如果你是非常干的，或者非常敏感的皮肤，在治疗阶段可以每天用。哦，马叔，你天天做面膜保湿，实际上不是水分进去了，而是我们抹上保湿护肤液，保护我们自己的水不出来。哦，它并不进去很多水，不可能的。那怎么可以进去？靠我们的代谢。代谢。所以说，
你光睡觉是不行的，加上代谢，要运动，跑步，要运动，流汗，血循环。你发现没有？人运动了以后啊，白里透红，红里透粉，粉里透嫩，嫩里还透的那么一股水灵。还有一个，他们说，就像他们这些女孩啊，经常会说睡美容觉，然后说。对，美女是睡出来的，睡出来的，一定要睡很长很长时间。嗯啊，看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打哈欠。对，睡不着的时候打晕了接着睡。这个只能讲对一半啊？为什么？睡眠对皮肤好。好的睡眠对皮肤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在人在睡眠状况下，皮肤、人体的全身细胞都在休息，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全身血液循环加快，是有利于这个皮肤的血液供应。哦。但是只睡不动。啊，是不行的。谁睡觉还动 啊？要边睡边动，边睡边动。那叫梦游的人皮肤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每天睡八个小时，不可运动，我建议你每天只睡七个小时，拿一个小时来做运动。要多运动啊，多运动，皮肤好。睡眠和运动相结合。对对，要动和静相结合。皮肤是反映健康状态的镜子，想要拥有吹弹可破的完美皮肤，除了日常清洁和维护之外，还要加强运动，保持健康，从根本改善皮肤问题。谢老师说要运动，说到运动，我们就要请上另外一位大拿，哎呦，就是专攻运动康复领域的陈方灿博士，有请陈老师。这一刻更清晰，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提醒您关注，稍后看点。进门也是应该是这样进的。当狙击手要有什么样的心理素质？要帅。帅。哇哦！好帅，帅。天天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我们要请上另外一位大拿，哎呦，就是专攻运动康复领域的陈方灿博士，有请陈老师。陈博士呢，拥有美国运动医学和这个生物力学的双博士，是中国这个运动体能康复界的领军人物。没错，陈老师2003年开始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康复专家，他诊疗过很多大家就觉得大名鼎鼎的体育界的大腕，有哪些？姚明，哎呀，宁泽涛，李小鹏，杨威，邹市明，孙杨。问一下，就是这什么叫做运动康复？如果我们把人当作一部跑车的话，那运动康复也就是一个车的修理师。您接触过那么多运动员，他们会不会有职业病呢？那绝对多了。您说说看。比如说有一天就来一个病人，他是一个九球天后，他一进来把我吓一跳。为什么？顶改的。这么走路啊？那是因为你们诊所的门太窄了吧？不是，他是一天到晚这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杆，习惯动作造成了颈椎的问题。还有呢，看到有一些是跑步膝。对，跑步膝，跑步跑多以后呢就有膝盖疼，跑步下楼梯的时候呢很困难。就是不一定是运动员才会有这种问题吧？对，那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是吧？就是你看啊，这边女孩，高跟鞋，非常漂亮的高跟鞋，老高老高。马叔他一直站的时候呢，他的膝盖是有点弯弯曲的，一直的弯曲，那膝盖呢往前压的。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最近在健身，然后呢，我就让那个教练帮我看，他说我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时候腿有点撇，小的时候练舞蹈练的就是个腿都是特别往小腿往外使劲儿，然后那个教练给我说了一下，他说你看哈，你这个大腿是 X 型的，你这个小腿是 O 型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懵了，我说这么复杂？对，我这腿部情况很难得呀，我这一个腿就是 XO 啊。为什么女孩跑步时都会这样？跟你手来回来去摆这样。而且手永远是对，为什么？为什么不爱？为什么女孩都喜欢？女孩都跑步这样？这个有两个问题，从小妈妈教她怎么做的呢？这样做的，要夹着做，夹着做的，夹着做。然后呢，两边肌肉不平衡。一跑步的时候呢，他外面发力多，里面发力小，很自然，就有这种。所以我明白了，我这个大腿是 X 型，因为小的时候做的时候老要降，但小的时候你以后改改，跟别人聊天就。大张伟啊，平常是属于我经常说的，就站没站相啊，坐没坐相啊，反面教材就各种。
啊，对，那其实这种是不是对身体也不是很好？那当然，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有腰腿疼，是不是腰腿疼？哎，我疼特别疼，哎呦！啊，你在做节目，嗯，那我可以摸摸你。啊，好啊，摸一摸，来啊来啊来啊，转过来，我要摸摸你的背，你看。你撅，你撅的屁股什么意思？哦，不用，不用撅，不用撅啊。哦，不用撅，我配合你。哎 ，sexy 卡，他的腰。肌肉还行，但是他的腰椎呢有点点变直。我的腰变直怎么还能增直呢？那增直呢就要有点弯度曲线才行。我现在没有曲线是不是？显不出。对，你没曲线。显不出我的翘臀了。对。哦，就所以说我平时要站直一些，往里卷。那关键往里卷。您坐的这葛优躺，腰在坐的时候就发空的。发空的时候呢，腰呢没有支撑，那就凸出来了，弯过来的哦。所以呢，他的腰就慢慢的变直了，变直以后的腰就没弹性。你要陈老师给你看看，哎，来摸摸啊。哟，你看看这臀骨，这臀骨怎么样？站过来，大家从这边可以看到，穿高跟鞋的人往往呢脚跟太高，骨盆容易前倾，腰就往后凹，这样呢，这腰呢就很容易呢容易。过度疲劳，腰容易过度疲劳，腰肌劳损，所以很多穿高跟鞋的腰肌劳损，腰肌劳损。那我就这样不行，别这样，还是得这样。来，一心，你让老师来看看。老师注意点，这没毛病啊，这没毛病，这 perfect 啊。捋捋，怎么样？怎么样？嘿，这骨头。他的肌肉非常发达，非常不错，肌肉发达，非常很好。非常好，整体看上去呢，两边有点不均衡，也就是说呢，我估计啊，您是不是老跳舞的转体？我从这里看到的有点像我们一些跳水运动员、体操运动员，一边转一边稍微弱，因为他们转体老是。好，一边转，是转体，这样发力，所以两边就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造成腰椎的有时候很就有道理。而且你发现没有，一心他平常站的时候，重心有的时候会放在一条腿，哎，对，两只腿同时使力，他其实对身体要好一点。如果老是一条腿的话，这边就容易劳损。平衡是最好的，就是从眼睛、鼻子、嘴巴一直到脚，应该是两边一分为二平衡的。如果你看那个脚，有一个标准的五分腿呢，是什么呢？你看这里碰的一分，这里两分，这里是空的，这里哎，这里也不碰我，那就已经减两分了。这里，那就是三分腿了，三分腿。并在一起的就叫一分是吗？对，这里一个，这里一分，这里两分，三分，小腿并起来，三分，我小腿并不起来，膝盖并起来，四分，大腿并起来，五分，这五分，那是标准的，标准的，四分。对，那要是并不起来是怎么了？那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您零，我可以马叔属于零分呢。马叔说谁？五分。好，我100分。10分。哎，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两位行业代表啊，作为努力后遗症的典型案例，我们要有请这个陈博士来给他们治愈一下。我们有请我们的特警狙击手小沈，还有快递小哥小戴，有请两位。有请。快递小哥小戴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是号称最帅快递小哥，没错啊，往往送东西到别人家去呢，就会像刚才马苏一样，小丁老师，是不是要加班呀？留一个联系方式呢？对，快递呢是强体力劳动，是不是就是基本都有一些习惯性的这种所谓的病痛？就是做久了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同事会经常大休的，比如说腰痛啊，腰，对，膝盖痛啊，膝盖疼，对对对，给陈博士诊断一下。肌肉不错，每天搬东西工作本身肌肉不错，对，但是很明显的他的腰椎生理曲线变直了，腰底这块这样肌肉力量不是很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来考考你们会不会搬东西，就是正确的搬重物的方法。哪有人会不会搬东西，哇，这么沉呢？王一博你真会演。前锋来，你来搬个东西，别闪着你的腰啊。
有劲儿。大张伟，哎，行，王一博帮我们搬点东西。什么叫说别人搬？我都很想自个儿搬东西。一心，你说要搬东西，你会怎么搬？哎呦呦呦！就这样，有点沉啊。好，我们告诉你，我搬东西。哎，您搬，嘿，先翻俩跟头啊。哟，先蹲下，再搬。哎呀，刚才看了你们所有人做的都是有点问题的。前面几个人呢？问题比较相似，就是你特别，你特别有问题，有问题，特别有问题，没错。其他人家搬的时候呢，共同犯了一个错误呢，就是用什么？用腰往下，用腰来搬，这个对腰负荷太大，容易受损伤。对，而您呢，我还没见过。人类共同的祖先不都是？有点前后不太稳，但是你有个好处就是你用腿了，但是还不够。陈老师，正确的，我们来一个正确的，最正确的搬东西，最正确的帮。那行，要搬东西的时候，首先身体要直，不要太宽。下来。下来。腰要直。腰直。抬头挺胸。抬头挺胸。抓住以后。起来。起来。重物要靠近身体。这样拿还应该是错误的，最好是怎么拿？我怎么感觉像那健身时候那个深蹲？深蹲啊，就有点像深蹲，就是可以搬东西。腰不能弯，就是腰不能弯，保持直的这样的。如何正确搬东西呢？我们来回顾一遍。第一步，上身挺直，直接下蹲。第二步，下蹲之后抬头挺胸。第三步，拿稳之后直立站起。第四步，物体尽量靠近身体。接下来我们就说，如果大家坐在办公室啊，就用这个椅子来，怎么能够达到一种治疗效果？我做个示范。这时刻，请系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提醒您关注，稍后看点。哇哦，好帅！帅，两边拿向前面，慢慢的去掐脖子，头往上，瞬间回肩。天天向上合作伙伴，这天向上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接下来我们就说，如果大家坐在办公室啊，就用这个椅子来，怎么能够达到一种治疗效果？我做个示范。我们工作完以后腰又容易疲劳，那我们就第一放个二郎腿，两手抓住我的脚腕，身体往前弯，就是可以拉到我的右边，拉腰底跟臀部，这个是我们经常放松的地方，你可以试试。我腿可硬了。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铁胯吗？你是铁胯吗？我是。往前拉伸。老师，那像我这种腿干脆放不下去的怎么办？已经很疼了。你现在的问题呢？第一，你可能是臀大肌。也就是这个地方肌肉太紧了。第二呢，你的腰底也比较紧。第三呢，你坐骨神经这块可能会有点问题。你两边都可以吗？哎，这边好一点啊。你看，对啊，你这边就好一点啊。它两边不一样。没事没事，它左边有问题，右边好一点。我两个都可以搬在脑袋后面。那我走路会有点一拐一拐吗？你两边不均衡，可以看得出来。可以。这个呢，压下来，身体挺直。真假的？真的，真疼。你这个是真的是穿高跟鞋，常穿高跟鞋的问题，压一压，然后穿平底鞋，这个动作压了是非常好的。在办公室如何放松呢？我们再来看一遍。第一步，翘个二郎腿；第二步，双手抓住脚踝；第三步，身体往前倾。各位看懂了吗？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小沈，小沈是丽水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狙击手。哇。入伍八年，当狙击手四年。当狙击手要有什么样的心理素质？要帅。帅。没有开个玩笑。其实我说的帅是这样的：当我们拿着枪的时候，你要比别人更加的专注，你要比别人更加的冷静，你也要比别人更加的刻苦。现在你最大的，比如说职业病，就是待在一个地方不动很长时间，都会僵住吧？你们进门也是应该是这样进的门吧？
他们都是趴着的，趴着的，那个脑袋会跟那枪粘在一起吗？有时候两个粘在一起。对，会吧，会啊。对。那么我们能不能看看他是怎样去打枪？对，你做一个动作，做一个就是这个动作。像他们狙击手呢，一般是有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的分队，有一个呢是观察员，就趴在你身边，跟你报各种数据。对，他要跟我讲风速、湿度，还有就距离这些，他要跟我反馈。这个，哎，一心，你要不要感受一下这个狙击手？你当也会帅耶。对，你教他，小沈，你教他，教他一下标准动作。哇哦！这时候我妈就来了，儿子吃瓣橘子吧，就这么喂，你看就是这样。陈老师，您给他看看他颈椎。好，我现在在检查他的颈椎两边的肌肉跟颈椎的位置。这个地方疼，看没有？疼，对。他这个地方就叫第二颈椎，很明显的，他右边紧张。像他这样，应该怎么样能够缓解？听说有一个操，毛巾操，来，我们拿过来。第一个动作呢，是给你的脖子加点肉。两边拿向前面，慢慢的去掐脖子，头往上，头往下掐掐，把肌肉充分的掐开了啊！哎呦，好舒服！完以后，你不觉得热热的很舒服吗？嗯。掐完以后，第二动作是掰脖子，掰脖子掰在哪？两个手交叉手。左手放在右边，好，抓住右边的毛巾，右手在前面，反过来抓住左边，然后呢，看着右手拉起来，拉在，把自个儿绑成陕西的老乡是吧？两边交叉，往右拉，一拉。二，完了吧？三，老师，这都是真的吧？不是四，五，回来，换边，另外一个手起来，又换一边，抓过，对，翻过去，哎呦，来，没错，这一，三，四，五，好。放下来，最后把毛巾放到后脑勺，下巴往里收，低头，然后呢，再把毛巾往下压，拉脖子的后面，一、二、三、四、五，好了。其实舒服的哈，左右的脖子，哎，我觉得真的挺舒服的。最后呢，还可以有个非常好的作用。放在这里，变成瞬间围巾，有脖子疼的人呢，保暖非常好。大家都变陈道明了，哇，太棒了！首先给脖子加点热，抬头摩擦五下，然后再低头摩擦五下，接着左右掰脖子，先向右五下。再向左五下，最后向下拉伸后脖颈。做完之后，毛巾变围脖。运动是改善和保持健康状况的利器。正确的姿势能避免运动伤害，还能雕塑完美体态。错误的运动姿势更容易受伤，而久坐不动
伤害更大哟。所以啊，出门的时候啊，尽量带个小围巾，嗯，因为脖子的温度一定要保持。哦，对，你颈椎的保温特别重要，颈椎保温特别重要。像你们，对，像你们这些姑娘，不管是冷天热天，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进到空调房，嗯，小围巾一搭，你整个颈椎不会受凉，是颈椎受凉啊，会让你的颈椎很不舒服的。对的。会很痛，对不对？嗯，啊，所以特别特别感谢陈老师啊！天天向上合作伙伴，这一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高兴。真高兴，天天向上，开启全新冬日中华美食地理，真露天，这个肉一看就好好吃。真真肉，全中国六大最有名的蒸菜，蒸王之战，谁与争锋？一龙小确幸，全智真感情，包子包子，包子中的王子，刘洋存在，真情实在。三大美女吃货齐聚天天向上。哎呦，原来是美食重要还是美食？我觉得如果吃得好的话，两者可以兼得。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一口哇，真的吃起来炸了。对，76年不断的老面馒头包子。张含韵都已经各种叹了，都段宇芝我想吃，你要不要吃？中国29个元老级的烹饪大师，王老师这是其中之一。王的盛宴现在开始，尖叫！哇！下周5晚，天天向上，天天向上，蒸蒸日上。大家收看这一期的《一夜的面膜天天向上》，也要感谢 OPPO 拍照手机的《一夜面膜天天向上》带来支持，下期再见。